こんにちは、リンカです。あ、違った。リンカ社長です。今日は一緒に、またなんか中国の動画見るんですけど、結構怖いやつみたいよ。どうなんだろう、わかんないけど。一緒に見ていきましょう。ヒミコーン。尖叫声从起火的气楼传出，定睛一看，在起火阳台的防盗窗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男孩，熊熊大火似乎马上就要将他吞没，而距离最近的消防人员赶过来也要几分钟时间，情况万分的危急。戴光辉是隔壁工地的负责人，他正在巡查工地情况，无意中的抬头发现了起火的居民楼。他吊挑着火场缓缓地移动，戴光辉在底下拿着对讲机进行指挥。短短的十秒钟，料斗就靠近了起火楼层的防盗窗，一股热气让舒远银和郭斌呼吸困难，浓烟熏得二人睁不开眼。此时的阳台几乎被大火包围，南海泉坐在防盗窗的角落，略在担心。再拉过去，弟兄弃火在逃走。由于是在半空中，料斗一直在摇晃，二人只能一边固定料斗，一边砸防盗窗。手去把它粘住了，直接粘住它外头壳外去哈，要把那个防盗人一下，我们把它放开了，把娃在走廊里头拉出去，他那个娃当时喊都喊不出来，已经。我感动了。孩子被救下来时处于清醒状态，只有手臂和大腿位置被严重烧伤。从戴光辉决定救人到孩子安全脱险，前后不过仅仅三分钟时间。我看到是太感动人了，说实在的，不晓得可能也是他的运气，再迟分钟都要不到，他就没得法子休克了，差一分钟。随后男孩被送往医院，经过救治后男孩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不过他全身大面积被烧伤，还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。事后四位救人英雄收到了10000元正能量奖金，不过经过商量之后，四人决定将奖金全部捐给了受伤孩子一家。关键时刻，四位英雄不怕危险挺身而出，他们拯救的不只是一个孩子，更是拯救了一个家庭，这份精神更值得大家学习，为你们点赞。哎呀，わかりました、すごい良かったですね、良かった。さ、1分だって1分の差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、おめでとう。